24岁就生下14个孩子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顺治皇帝英年早逝并出家，然而他却有10几个孩子，这个高产的记录是如何实现的呢？这些孩子真的都是他的亲生子吗？有传闻说顺治的叔叔多尔衮曾经在里面掺了一脚，这是否属实？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。顺治皇帝福临诞生于1638年，是皇太极的第9个儿子，他的母亲是孝庄太后，享有盛名。顺治本来并没有继承皇位的机会，因为在他的父亲皇太极去世后，多尔衮和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，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，两人都未能登上皇位。随后在孝庄太后的支持下，年仅6岁的顺治被册立为皇帝。然而实际上掌握权力的一直是多尔衮，在多尔衮强势的控制下，顺治必须听从他的安排，甚至包括自己的婚姻也由多尔衮和孝庄太后共同决定。因为在古代皇帝亲政的标志之一就是大婚，所以顺治在那时还没有权力，他对被强制安排的人生感到厌恶，但要获得权力，他必须在结婚之后才有可能实现。因此他接受了多尔衮和孝庄的安排，与一个被他们选定的人结婚。1651年，年仅14岁的顺治正式开始亲政，并在同年8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他的新娘是他的表姐，孝庄太后的侄女孟古卿。孟古卿成为顺治的第一任皇后。同年12月，她为顺治诞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爱新觉罗扭扭。尽管如此，顺治对多尔衮和孝庄的不满，以及对孟古卿的观感不佳，再加上多尔衮的意外去世，2年后顺治废除了孟古卿的皇后地位。此后他的皇后再也没有生育孩子，但直至顺治去世时，他已经先后拥有了8个儿子和6个女儿，共计14个子女。那么顺治是如何生育如此众多的孩子呢？顺治皇帝在短短10年间就迎来了14个子女的诞生，这样年轻的年纪下，他的生育效率可谓非常高。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似乎有些难以置信，但考虑到当时的传统观念以及顺治皇帝的身份，这种情况并不奇怪。顺治皇帝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拥有了众多子女，这可以归因于几个原因。首先，在我们之前提到的14岁结婚的那一年，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，这表明顺治皇帝的身体状况非常良好。随后顺治皇帝陆续拥有了14个子女，换句话说，自从他具备生育能力以来，每年至少有一个孩子诞生。与晚清时期那些没有子嗣的皇帝相比，这差距可谓天壤之别。其次，顺治皇帝结婚非常早，他在6岁时登基为皇帝，不到14岁就迈入了他的第一段婚姻，并在同一年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。相比之下，我们14岁的年纪基本上还在上学读书，可以想象顺治皇帝的早熟程度有多高。然而在古代这样的情况非常常见。此外，顺治的后宫数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他在大婚后不断扩充自己的后宫，并为了反抗孝庄太后的安排，不愿娶蒙古女子，他甚至设立了选秀制度，亲自挑选妃子。因此顺治选择了许多自己心仪的女子作为妃子，据说他的后妃中有37人被授予封号和级别，如果加上那些没有正式地位的宠幸女子，总数甚至达到200人之多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个数字简直令人难以想象。在所有的嫔妃中，顺治特别宠爱董鄂妃，她在顺治13年通过选秀进宫，进宫的第一年就被封为贤妃，1个月后又被晋升为皇贵妃。顺治还为董鄂妃举行了盛大的册封仪式，并且宣布大赦天下。董鄂妃受到如此宠爱，也曾为顺治生下一个孩子，顺治将这个孩子视为自己的嫡子，并多次公开表示将皇位传给董鄂妃所生的孩子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这个孩子再不满1周岁时夭折，董鄂妃也因丧子而去世，顺治深感悲痛，曾一度有出家的念头。那么既然顺治如此看重董鄂妃，为何还与其他女人生下如此多的孩子呢？这就不得不谈谈董鄂妃的宽宏大量和顺治帝多情的本性了。虽然顺治皇帝对董鄂妃的宠爱在后宫中独树一帜，但董鄂妃并没有因此而嫉妒或降低自己的地位，相反他经常劝说顺治要平等对待后宫的妃子们，作为皇帝要多生育子嗣延续血脉。在董鄂妃的影响下，
后宫中许多妃子得到了被宠幸的机会，生下了许多皇子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他真的是一个慷慨宽容的人。然而，我们不妨将美好的爱情神话抛之脑后，或许顺治帝确实喜欢董鄂妃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宠爱其他妃子，对吗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我又没有说只喜欢你。况且顺治是一位皇帝，根据史料记载，顺治先后共有四位皇后，还有七位正妃、九位庶妃以及十七位格格。在清初的后妃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，除了妃子之外，位阶较低的嫔妃被称为福晋和格格。这些有名有姓有记录的女子加起来就有37人，这还不包括那些难以统计的人数。可见顺治的后宫规模非常庞大。顺治皇帝共有17名子女，其中包括和硕和顺公主、和硕柔嘉公主、固伦端敏公主等养女。他在位期间为时10年，与他共度的家人有37位，而他亲生的子女只有14人，看起来似乎并不算多。从生育子女的角度来看，顺治的儿子康熙更为出色。康熙皇帝一生共拥有35个儿子和20个女儿，总计55个子女，远超过他的父亲顺治皇帝。尽管康熙皇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，与顺治皇帝的18年无法直接比较，但是在两人都24岁的年龄段来看，康熙已经拥有11个儿子和5个女儿，比顺治皇帝还要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康熙在位期间忙于政务和战争，尽管面临繁忙的日程，他依然生育了如此众多的孩子，可见康熙才是真正的高产之人。相比之下，顺治皇帝在24岁时生育了14个子女并不足为奇。此外，这14个孩子分别是由不同的后妃所生，根据这样的数据来看，10年生育14个孩子是非常有可能的情况。关于传闻中多尔衮对顺治的后宫有所觊觎，多尔衮在私生活中确实行为不端，他给人留下了喜欢夺取别人的妃子和小妾的印象，甚至与孝庄太后传出了不少绯闻。此外，在顺治刚登基时，多尔衮一直掌握着朝政的控制权，强力压制了孝庄和顺治母子，因此很多人认为顺治的子女中可能有多尔衮的后代。然而从一些细节来看，这些传闻纯属无中生有，即使当时多尔衮势力强大，也不可能直接闯入顺治的后宫。如果他没有进入后宫与这些妃子有过接触，那么多尔衮又怎么能帮助顺治生育孩子呢？此外，从时间上来看，这些传闻根本站不住脚。多尔衮在顺治7年就已经去世，而顺治的大婚和生下第一个孩子都是在顺治8年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在多尔衮去世1年多的情况下，他又怎么可能让顺治戴上绿帽呢？所以这样的观点纯属子虚乌有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来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